个尽头恶。好多人说这个真的假的这个谬论啊，这个你看见吗？就是这样式的，这一怼这头挂上，然后这头再一怼上，嚯，这头再怼上，这是一整个的羊膀骨。我说中间拉了，两头没要，煮这骨油，火候小一点，慢慢煮，别着急。这骨头一点都不会跑，满满当当的。火太大了之后，这骨头就煮飞了，煮化了。就我这儿，这种棒骨，市场卖羊肉的啊，10块钱一斤，两头都带上。各个地方卖的价钱不一样，全筋头的。大馒头市场买的6毛一个，香菜根儿，还是麻辣的口，
这块直接干上了这样。来个馒头。就跑。太香了，再来一个馒头。来个小勺子吧，这个骨髓没敢煮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闷的。今天这个骨髓买的哈，它全是那种骨髓里边带骨头的，怎么？来个肥的吧。看到吗？全是骨髓里边带骨头。